挽回熟悉的寂寞。行了行了，这边 OK 了是吧？哎呦OK 了哈，这个画得很好吧？怎么会画成安娜贝尔？你们好像安娜贝尔。行了，这个年份就差不多夸张，好不好？对，让你补枪，你要补到就是要夸张为标准。海豚，好，你的 CP 是哪一位？我是三号，我觉得三号是他，因为他早上我们去看日出的时候，他就一直说为什么不坐小火车？哦，所以我猜是他。OK， 感谢啦。什么？你们笑我是不是？还有你干嘛？哎，我会比一个马来西亚来的智商显得都是少吗？对啊，郑轩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一记得，来就是这个吧。然后你刚，你没有听到哦？有了废话。然后你选这个，说什么？我是这个。你说最简单。不是，可是你要想主雄，你要分析。对啊，他中文能力，我是他中文能力稍微对比较稍弱，所以他一定会写出比较短，比较短，而且超的，你是我的也。他是最简单的，我是最熟的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对。那个字。海鹅，那个字是什么？我这个送给你的部分，还有一个很用心的地方。哪里？哎，我喜欢你与我在一起，我喜欢你与我在一起。一二三，来，我在阿里山的树荫下写诗，心中添加的你，让我怦然心动。换成这一首属于我的歌曲，你是否感受到了我的心？与你坐上这座小火车，我也变成真，却都是你呀。在不在集团，却都是彼此，一个只有我和你的世界，岂不是最美的邂逅吗？只有两位，废话。好，来给第一次掌声鼓励一下，姐啊，不是姐，哎，安娜打了，宝贝了，干嘛？海豚，你说，海儿，金海儿，海儿，你心中那一首歌是什么歌？我的那一首歌就是《高山情》。哇，高山情，我天谁？太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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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这次 CP 之旅啊，对，很开心呢，开心。然后呢，这个我们也准备了丰盛的佳肴，我们来看到这个阿里山的这个山葵，整根的都上来，嗯，给大家好好感受一下我们本地的一个热情。来来来，快，我真的给你做了，好，那个，一人一边，一人一边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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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哇，哇。哇！就不用再跑回去了。好，那不行不行，要拉出来，要掉出来。那你想算？海芬奇嘴打很开，海芬奇嘴打很开，海芬奇嘴打很开。哎，豆豆有了，有几颗？一颗吗？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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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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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快快快，差一点点了，才一二三，耶 ！I love you，I love you，I love you， 哇！
真的不容易，真的。我可以先把东西脱掉再拿回来。东东，可以回家了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然后他们啊，张开一点。哎，在五分钟。那我等一下回去还可以去大直的 motel 住一晚吗？跟我吗？可以，可以。还要跟谁？外滩。维格，他先。就这次行程，我觉得谢谢你选我。我得到了很多真实的心里面的感受，就好久没有被爱的感觉，有小鹿乱撞的感觉，我不止乱撞，梅花鹿。我老实讲，我这两天真的是放手去爱，真的。因为我想说，没有你们一直牵手啊，大家经常这样子，我想说放手去爱了。我想说，我都已经选到你了。那我不爱你还要爱谁？真的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干脆了。我爱你有多深？我爱你的是林柏森。好，我好疯哦！进去之前呢，只有一件特别要注意的事情，就是握好手上的草。哦，因为他会来抢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那我可以握好我女朋友的手吗？可以，可以。我女朋友，哎呦，好顺口，好顺口。当然了，你是不是很久没讲这种话？好久没有，但有没有20年了？